把我的鱼丸还给我！你问问斗鱼，你说能不能把你的鱼丸还给你？知道我会用什么吗？手推车。这个怎么拿15个人头？那给你看看吧，这个我们的小炮。一个德玛西亚人，一个诺克萨斯人和一个弗雷尔卓德人走进了一间酒馆。老板问：“想来点什么？”德玛西亚人说：“我要来杯葡萄酒。啊，不对，来杯麦芽酒。嗯，没错。然后诺克萨斯人说：“我要来杯葡萄酒。”对，他是想要杯葡萄酒，而弗雷尔卓德人说：“给我随便来一杯，但不要是……等等，是什么来着？我从头来过吧。鳄鱼呢？锤子才是主力。我这把挺克他们家的。鳄鱼不见了。哎，抽一下！全力发挥，那就是一切的吗？鳄鱼，骗肥皂，骗肥皂，补个刀，谢谢龙哥的飞机儿。还有4分钟开奖啊！减肥皂，A 平 A 扣一下接平 A，减肥皂，吃药，上墙平 A 扣一下，这个上墙没上去，挺难受的。这个墙居然没上去，不可思议！抠一下，撇肥皂，完了！哎呀呀呀！哎呀呀！我想想啊，哎，还行吧，换了啊！谢谢宅男子的飞机。哎，为什么我给他都晕住了，他凭啥还能晕我呀？简直不可思议！我真想去打个盹儿。先来个小反甲吧。谢谢飞机儿，谢谢飞机儿。哎，2分钟开奖啊！直播间有个1000的抽奖。减肥皂，抠一下，哎，抠一下鳄鱼，减肥皂，抠一下，减肥皂，想补炮车，嗯，还要补炮车。来，你补吗？有的时候，你只需要做你自己。打个爆破吧！哎，这个塔皮溜了。
鞋咱就不涂了啊，这鳄鱼连皮鞋都不涂，不是不涂啊，连药都不涂他，这明显是有点瞧不起人了。哦，你想打一架吗？我的锤子也响。我帮你打一下子，希望我这个举动可以让你感受到爱。还有三十秒开奖啊，六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直播间有个1000的抽奖啊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可以来一个碰碰运气，前面抽的可以来一个巩固一下。撇肥皂抽一下，谢谢小鸟虚人的飞机，还有6秒啊，5秒，谢谢中连青的飞机，撇肥皂抽一下，一 A 再 A 抽一下，感谢改名未中奖，减肥皂，哇，这鳄鱼为啥不怕死啊？你为啥不怕死？我的老铁，你有大招就感觉自己就能不死了，太天真了，天真烂漫呢。这怎么一塔没了？鳄鱼想吃冰是吧？那一塔8分钟没了，挺让人难受啊！我这还没咋地呢。下路其实劣势也没有太大，哦，鳄鱼散架了，赶紧拆塔，趁现在赶紧拆，能拆多快拆多快。A 上墙，平 A 接扣，再 A 捡肥皂，吃肥皂，平 A 走掉。人马来了，哎 ，Q A 点盐，平 A 上墙撇肥皂，平 A 抠死他！啊！你是什么龙？你是 A P 龙？
灭没到，平 A 不灭，差一百块钱。干嘛呀？他撇肥皂，回家了。正好我们军团盾了。一个盾牌用来投掷，一个盾牌用来手持。每一步都是盾牌目标的一步。没办法，现在我们支援不了他们，我们只能把上路塔推了再去支援他们。别急嘛，慢慢推。不过就是小炮推塔太慢了。小心点鳄鱼啊。我走的路当然很多。平 A， 现在可以了，现在可以去支援一手了。先打个蛤蟆，上墙点岩抽体力。接平 A， 闪现走，勾他，撇肥皂，上墙抽一下，撇肥皂 ，A， 哦，不行了，憋死。哎呦我对面这波比打人是真疼啊，你给我打死他，漂亮安妮儿。他有红 buff 啊，他要没有这个红我都不怕他，他没有这红我都死不了。不行，你就打劫吧。啊，不行就打劫吧。我就打个红的。可以勾，我马上到。上墙，好痛！哦，鳄鱼来了，人有点多。他们家的资源速度比我们家快的有点多呀，那一下出来五个人。最后来一枪，
算啥？我正在打一场。下路带线。找到的大劫，那小法打我太疼了。干嘛？为什么给我刮痧？其实没什么用，鳄鱼来就不行了。救命啊！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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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对不起了，我都没想到我能活下来。大节奏啊！啊，这不大节奏吗？来打小龙啊，龙血五级不打小龙。那鱼想干嘛？杀波比，杀波比。人有点多，不过不用太害怕，毕竟我们有点无敌。杀银马吧呢，来吃。鳄鱼不能走，哎，鳄鱼真的走了。鳄鱼走为什么这么狂呢？我不太明白，为什么在这里收兵啊？起立，平 A 八转溜，看你的了，你给我打死他，漂亮。哦，你没死，可以。我需要个振奋。这怎么打赢的？我把那小波比一杀，他们家没伤害呀、啊。那鳄鱼人马跟那劫那都打我都不掉血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先杀小法师，其次是波比、嗯、杀完以后我们就无敌了。我要去打个红，但是不要冲塔。知道我会用什么吗？去找银马的，银马也跑不了，他跑不过我。哎呀！你说你连个牌俩都没有，你拿什么跟我跑？哎。再见。
来啊！该我了。你能追上吗？上墙？那都不掉血的小老弟。压出振奋，下条小龙应该是我们的转折点，先杀小法，一定要先杀小法。上墙，下去找劫去，打个劫。哎，等一会儿啊，别着急，先把挑弹给他们打了，扫一下。哎，啊，抠一下，先杀小法师，一定要先杀小法师，抠死他 ，OK。然后再杀着波比，抠一下平 A， 减肥皂再抠，平 A 一下平 A 接个抠，减肥皂 A 接抠，接平 A， 我们挖抓抠，别打电话，喂，我不太好。喂，你好，我们这边是综合股票的，那这边给您打电话呢？不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我先把环甲除了，勾引一波，勾引之，我们一直跑，不可能有人能追得上我们，知道吧？队友其实可以打大龙，那下面有个小法，漂亮！来大龙，来大龙，来大龙！打大龙吧！走，打大龙。有些东西太重要了，无法放弃。哎呦，银马，减肥皂，致命点呀！散架，找波比去。哎，上墙，起立，给我往回，给我往回 A， 给我打塔里面去。
我给你个肥皂。你们推不推？你们不推，我敢推了。扣一下，上墙 A 扣捡肥皂，平 A 平 A 接扣接平 A 走掉。平 A 捡肥皂。一打把溜扣一下，因为就是蓝不太够用，但我又不想出冰心，我想出聚酒。好像没法救了呀！我想要个蓝 buff。那小法打我还挺疼的，600多一下，那一个 W 砸我600多。减肥皂。抽一下，捡肥皂。我回家了，小龙。哎呀，算了，还是冰心儿吧。我神装了，出聚酒蓝不够用。哎，勾一下，再勾撇肥皂，撇肥皂，撇肥皂，哎，上墙。抽一下起立，耗点盐，撇肥皂，捡肥皂，闪现翼，哎呀，这没上墙 ，W 撇肥皂，一个抠没死掉，你给我毒死他，漂亮，把这鳄鱼给我杀了。ADC 也起来了，对面波比不会切锤形态，那确实不太行，不会切形态，我们这小炮会切形态，我可以锤形态炮形态我都能切。